你还知道回来？都八点了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哎，你不知道家里还有个人等着你做饭呢。你就不能按时按点的把饭放好摆在桌子上？就那么难吗？你说你嫁过来就是叫你收拾收拾卫生，做个饭，你就不能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待着凑合过吗？不能。啥意思？还敢顶嘴了？哎，这是啥意思？哎。夏夏，你出来，我接着好好和你饿饿。你至少得把饭做了吧？我不做饭，你能饿死吗？什么？我说我不回来做饭，你能饿死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冰箱里有菜，厨房里有米有面，你一个大活人在家啥也不干，就等着儿媳妇回来给你做饭。在我嫁进你们韩家之前，你们家是不开火吗？你儿子是喝西北风长大的。你。我要是把饭做了，要你干嘛？我老韩家把你娶进来是当祖宗供着的。我也没想当你老韩家的祖宗。我找着工作了，周一就去上班，以后一日三餐，你自己解决吧。浩宇啊，你再不回来，妈就叫你媳妇欺负死了，饭也不给做，卫生也不收拾，那一大早就没影了，天黑了才回来。你说我这是娶了个什么媳妇，做了什么孽呀？哎妈，我明天就回去了啊。嗯，好好好。哎，儿子，可算回来了，路上累不累啊？包包给我。夏夏呢？在屋呢。妈跟你告完状了吧？我不是不想给他做饭。主要是你受委屈了。我跟公司申请了，把工作调回来。油价的事情我和你一块分担，你想去做什么做什么。谢谢老公。家里喷什么香水了？我一回来就闻到了，厕所都是香香的，真好闻。不是香水，是小香墩。这个是胖胖的健胃清新香氛，它这个是先除臭再扩香。像我之前买的各种香氛啊，因为不除异味，直接让屋子又香又臭，很难闻。这个它就不一样了，像厨房卫生间反味的，家里养宠物的，回南天来了有门市潮味的，直接来一个大清爽。还真不错，这个香味很高级，不便宜吧？这个可是五星级酒店都在用的植萃香薰，小众又高级，而且他们家有三个味道，每个味道都很好闻。这一罐有350毫升的大容量，一罐摆在那儿能香两三个月呢。线上做活动，39.9两瓶，点下方小货车就能买。还是你会买油箱做家务这种货，我又给你多取一斤。